你为什么要管他？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成熟吧。你会管他一辈子吗？我所指的这个管，不是管理。你要是你自己所说的，你在生活当中就依赖他，就希望什么事儿都他制定好计划你来遵守，那你就不要挑这个计划和规则的好坏，因为是你心甘情愿的。如果你要认为说我得要有一定的自由，那就请你自己先独立起你自己的自由。你不能一方面要别人管自己，一方面又觉得人家管得不好，没有这样，明不明白？如果你想某一天他有依靠你的那一天，那你就必须独立起来，不要一手要自由，一手又要依靠，行吗？行，就这样。